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上的分析师去做，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会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用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才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降，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不是吗？而当拥有做手系统同时，您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汇率警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笔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凭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旧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6月28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20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20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来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战的软体帮助自己抄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报酬？因此呢，就都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20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
赚了 6.4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20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威盛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花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威盛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这上面的别人谈，短短的3到4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32.6 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5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32.6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25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32.6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25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5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成岩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钱要把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成岩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别人谈，短短的3天2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7.9 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27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7.9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很多整理的时间。但是当拥有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27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7.9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27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7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大将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7号，也就在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大将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8.6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7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8.6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2天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8.6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29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很简单，还是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29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精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进红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进红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从7月19号到今天，10个交易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79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79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爆活爆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资者在市场当中都很想要知道，我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绝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也不能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18%等股票上涨，很浪费时间。更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买卖点，也不能像过去一样今就时机才会慢了半拍。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大量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很多投资股票为什么做很辛苦？因为老派投资观念总是告诉各位，买了一档股票死抱抱等它上涨就可以赚个1倍2倍。事实上抱到最后的结果，我相信各位最清楚，常常不关心自己的股票，不知道最好赚的买点跟最好赚卖点的同时，一路抱下去的结果，常常到最后都是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套遗憾，会持续不断发生，最后换到了就是会满手套股票，这真的就可惜了。而目前的操作很简单，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好想想过去呢，为什么常常你的手上股票抱着不敢动？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最好赚的买点跟最好赚的卖点，所以只能一路一路等下去。甚至买股票常会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要浪费很多时间。甚至大涨一段之后再帮别人抬轿，然后你会发现你所承担的风险也会比别人多。但是跟着做手系统简单而且非常干脆，一个阶我们要找就是一个阶段唯一一个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我看到的事实，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不用怀疑，绝对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之下，当然我所有客户账户这一天永远只有做法百分之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也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做股票一定要买得多才可以赚得多，而不是一档对的股票只赚个一成两成，然后就只敢买个一成两成，甚至买每个点位只敢买个一成两成去试单，这样的操作事实上从头到尾在猜的情况之下，在赌博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会赚到钱，不是吗？同样的，每档股票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跟各位特别强调那档股票，因为讲的是赚钱办法。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同时每天才会有赚钱的机会，每一档股票才会来帮我们赚钱，而不是抱着一档股票跟他谈恋爱，到最后就是换到套牢结果，那就可惜了。同样的，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的事实：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那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做，还是一样不需要考虑，百分之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好想想过去为什么你一档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每个点位只敢买个一成两成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的买点，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在等待它上涨，甚至在大涨一段之后再帮别人抬轿。而跟着做有系统不需要这么麻烦，要做到非常的简单而且干脆，就是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一个点位就够了，就是要做到完全的精确。包括这一档票也是一样道理，包括在这一天我们要找的就是它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一个阶段当中唯一最好赚的买点。这一天我一样看到的事实，周线大户资金流入，所以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在这么简单不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还是一样百分之一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这样操作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但会觉得比较轻松，而不是大概在哪个位置去做买进，然后去试单，然后一路试的结果就是一路套。一般是等到长红突破再去做追加，又是慢半拍，所以做起来当然很辛苦。要买当然就是买在最好赚的买点，买在涨跌的前一天前两天，而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也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创出比标更标获利不难，你现在签约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侧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做手系统去做期指的同时，中着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
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走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7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986点，08呢八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826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21点。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有更多老师甚至软体来报抄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让会员去猜。好想想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降，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很简单，如果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要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会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刻意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可以挣121点。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55的时候，空盘不同步反向做空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是今天第一根 K 线在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的转折，线下是红色的不同步怎么办？当然就是跟着楼上沿着走，绿色就是做空，所以收盘收定我们设收盘价14897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高来到14903，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92点，记得把它发一口单，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不同步做多讯号，还是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是转折，而线上是绿色不同步怎么办？当然还是跟着楼上颜色走，是红色就是做多，所以收盘收定我们一样设收盘价14897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而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最低来到14892，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相同的也绝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29点，再把它发一口单，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